摇一摇。哦，我跳跳。戳到才会跳、啊。还是不？后来到水都喷出来了、啊。看，我不知道，看。剪得断。剪断了，不然要怎么？啊，对啊，剪不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刀片比较有办法。哦，你开吗？对啊，没断。好了，开鱼整只哈，好，有没有？上面吗？还是下面？那这，嗯，那这只有没有？好像有吗？好，就这样就通到头了哈、哦，到这里了。它这样就有到神经了，还有个进这个这个，我在那那个骨头上面这里。它会一直流出来、啊。它因为它那个有通啊。大概五分钟就好，肌肉放松。啊，帮他做那个，他回去，对对对，回去的肉质就会比较好。他是不是要开始处理卖这个？你看这整个都血一直流出来。Thank you.
对啊，应该比红灯还远。割开上面就可以了。越来越顺手了哦，可以了。